业的新大陆巴西。巴西绿洲农场兼有四季不会干涸的普雷图河流淌，后有屏风般的天然屏障热带高草草原环绕，所有人不分你我，如亲兄弟般和睦生活的东纳拉绿洲农场，在这里我们种下了有机农的梦想。人类的希望和幸福萌芽的地方，这里就是东纳拉绿洲农场。东纳拉韩农始于1994年，在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中亚、坎尼亚、菲律宾等国内外设有20多个支部，凭借15年的海外农业经验，2009年向巴西踏上了第一步。东纳拉先后于2009年购买了圣保罗州、拉兰雅尔市西伯尔伯吉农场和巴伊亚州圣罗莎绿洲农场，2010年购买了巴伊亚州圣多安东尼奥农场，2011年购买了巴伊亚州巴雷拉斯市蒙塔亚农场，目前拥有14000公顷农田，进一步致力于生产更优质的农产品。东纳拉以有机农业全球化战略为目标，通过持续派遣农业专业人士和巴西当地不断监督，建设了完整的有机农业基础设施。人类未来的粮仓，创造绿色希望之地，这里就是东纳拉绿洲农场。全世界都在疾病中呻吟，韩国国民平均每3人中就有1人因癌症死亡，每5人中就有1人因糖尿病饱受折磨，1/3的新生儿患有严重的过敏性皮炎，导致各种疾病的原因并不是吃得不好，而是由于食用了滥用农药和肥料栽培的食材，或转基因农产品等各种不健康食物导致的。为了在这种环境下守护我和我的家庭乃至人类，安全食品的供应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环。面对如此现状，东纳拉绿洲以食品安全为目标，自始至终坚持追求质量而非数量的有机农业。在过去28年里，不曾使用过一滴农药、化肥、除草剂，放弃洁净，选择了艰苦的道路，优先实践了拯救土地的环境恢复。东纳拉很早就认识到了土种种子的重要性，并经营土种采种基地，以使因转基因而逐渐消失的优良土种保种增值，同时每年都在生产着符合巴西有机认证审查和国际认证标准的最佳农产品。东纳拉以生产健康食品的真正农业为理念，栽培各种果园和菜园，100%使用有机农食材，实践并普及了健康生活。对一切百益而无一害的世界，这里就是东纳拉绿洲农场。种农场正在实现着有机农共同体村，人类溯其根源都是源自于同一父母的一家人，来自韩国、日本、美国、丹麦、中国、中国台湾、俄罗斯、菲律宾，世界各地的东纳拉会员聚集在绿洲农场，构建了幸福的家庭和村庄。他们遵照石心老师的教导，把全人类视为亲兄弟，不使用董事长、经理等称呼，而是彼此间亲切的称呼哥哥、弟弟、叔叔、姨，成为一家人，相亲相爱的生活。同时在这个大家庭里，东西不分你我，互通有无，过着为彼此服务和奉献的生活。
西农场在各领域中有着各种机构。在培养未来人才的教育设施方面，设有得到巴西政府正式认证的小学、中学和高中，在这里进行着德、智、体全面发展，即带有敬天爱人之思想的人性化教育，培养能够照亮世界的人才。总面积达2800平方米的神仙之家，是为老人而建设的。它被定位为与众不同的高端养老院，礼堂、餐厅、游泳池、菜园和果园等福利设施一应俱全，在这里能够度过最幸福的晚年。除此之外，这里还有负责地球村健康饮食的农业协会 Comfort， 有着栽培巴西绿洲农场的花卉及果树而设立的绿洲果园，还有打造绿洲文化艺术的综合艺术团等等。在这个地球村共同生存的全球化时代，守护健康的精神、健康的食物，正是守护我和我的家人乃至地球的必由之路，实现新希望和幸福未来的地方。这里就是东纳拉绿洲农场。